人听着喘气声，心肝宝贝囝。侯佩岑第二胎罹溶血症，提早剖腹救儿。侯佩岑两个月前才公布怀第二胎的美丽孕照，却传来令人心疼的消息。她七日在脸书透露，上月产检发现宝宝心脏比例偏大，造成肺部被压迫，加上腹腔肿大，决定在8月23号提早剖腹。小儿子早产一个月，一出生就患有 ABO 新生儿溶血症，导致贫血、血氧低、肺高压、肝脾肿大与严重黄疸，以及吸入胎片引发肺炎。立刻被转往台大新生儿加护病房，经过15天救护与照料，已在7日出院喽。感谢医护人员细心照顾，我也很享受那个带 baby 的过程。所幸小儿子度过重重难关，经纪公司也说不打扰他，让他好好休养。侯佩岑已传简讯向公司报平安，预计休养到年底复工。娱乐动新闻，佩岑妈妈加油报道。